一、三元采气功 上丹采气 无极站立 双手从体侧分开上行 由外朝前朝内揽回 意想将天地灵气缓缓揽回 由两眉之间正中的祖窍穴吸进来 同时深吸气 呼气时气由祖窍穴下到肚脐内一寸二分处丹田 一吸一呼为一次 做9到36次 做完后做降气收功 中丹采气 无极站立 双手从体侧分开上行 高与腰平 由外朝前朝内揽回 意想将天地灵气缓缓揽回 由肚脐吸进来 直达命门 同时深吸气 呼气时，气由命门到肚脐 一吸一呼为一次 共做9到36次 像拉风箱一样由命门到肚脐再由肚脐到命门使任督二脉相交做完后降气收功 下丹采气 无极站立 双手从体侧分开上行与胯高 由外朝前朝内揽回 意想将天地灵气缓缓揽回 由会阴穴吸进来上行至丹田 同时深吸气 呼气时气由丹田返回会阴 一吸一呼为一次 共做9到36次 最后可以一手丹田片刻然后降气收功 二、开合功无极站立双手自体前上提合于腹前两臂微屈两掌心劳宫穴相对相距两寸左右两目下垂静手片刻后两手背朝外一捧缓缓向外拉开如拉橡皮筋又如抽丝一样 两眼余光视两手同时深吸气呼气时两手慢慢向内合拢逐渐回到开始动作如此反复开合吸呼36次后收功也可做100次舌抵上额会阴内吸一手劳宫穴当双手外开时意想命门也开 当双手开到不能再开时意领双手内劳宫向内合同时意向丹田合三日月功无极站立双手自体前上提合于胸腹前 两掌心劳宫穴相对,如抱球状, 由腰带动向前正转36次, 再反向转36次, 如同旋转太极球, 转完后,
把两手心放在胸前左心室和右心室部位，进行肺心部位的按摩。两手向内正转100次，向外反转100次，这叫旋转日月，是进行自我心脏的按摩。全部功法做完以后，气沉丹田，降气收功9次，然后做转腹收功。四，转腹收功。无极站立，两手劳宫穴相抱合于肚脐，两目下垂，双手先逆转36圈，即从左向上、向右、向下，由小到大，由内向外螺旋转圈，然后双手里外交换，再顺转24圈，即从右向上、向左、向下，由大到小，由外向里螺旋转圈，最后回到肚脐。意想丹田与劳宫穴相连，逆转时内气由内向四周散开，顺转时内气由外向内逐渐归于窍穴中，呼吸自然，忘却鼻息。收功以后就可以练拳了。这段时间可长可短，我觉得45分钟比较好，可以自己掌握。